大家赶紧建房子吧，150秒后灾难随机下降。不就是灾难吗？有什么好怕的？是吗？核弹、导弹、怪物、炸弹、陨石随机下降，随便一个灾难都能炸飞你。而且怪物还有大蜘蛛，所以我们得赶紧建房子了。什么？蜘蛛、虫子，好可怕，最怕虫子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建房子。果然，女孩子都怕虫子。房子的材料我们也是有讲究的，用性能块，因为只有性能块不会被炸毁的。时间只有150秒，时间紧任务重，我们没有时间建造好看的房子，建造安全又结实的火柴盒就行。房子的四周墙壁用性能块铺满，我打算做一个2层的房子，万一果冻没有做好房子还能来我家避难。这里再造个门出来，这边再放一排硬石块用来照亮房间。时间还有不到40秒，我们得赶紧把房顶做出来。我的房子还没做出来，小王子，我来你这里避难。哎，我就知道。哎，那你就在1楼好了，2楼是我的。嘿嘿，明白。完了，时间不够了，赶紧把房顶做好。什么？核弹？不好，已经下来了。房顶终于做好了。不是吧？这威力也太大了点吧？一共有5枚核弹。啊，直接炸飞了呀！喂，核弹，你别往那里走啊！完了，我丢，还有。还好还好，问题不大，赶紧回去把房子修饰好。这里空出来的地方用硬石块做，看到没有，性能块做房子坚硬无比，就算是核弹也不能摧毁。然后把墙壁封好，虽然东西少，但是房子也不能太丑吧。再放一个温暖的大床，可以睡个美觉。这边找个口子出来，用来看外面的情况，这边打算做个阳台。OK， 然后再做一排硬石块就可以了。外面好多的虫子呀！啊，虫子，打死你，打死你，走开，走开啊！炸！哎呦，核弹又来了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，直接把我给炸下来了。算了算了，我去布丁家躲躲吧。布丁布丁，我来了。杀！哎，你家怎么这么多人呀？可恶，这是谁弄的一排黄金？是不是你，小王子？啊，我没有啊。臭小王子，你不仅毁了我房子，还引来了怪物，过分了吧？哼，我没有，你这金块不是我弄的，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呀？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啊？除了你，谁会坑我呀？这可是你说的。啊，炸弹！我只是想去你家避难而已，你居然还诬陷我。我毁你房子，那就毁给你看。哼。